请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三十面，卷中第三十面。请看经文，经文的第一行，普光白眼唯然世尊愿要语文。这一段可以不必讲了，大家一看就了解了。接着看下面一段，佛告普光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念慕者，是人超越三十劫罪。这一段经文一般人看起来都非常难相信，很不容易接受啊！为什么呢？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这么便宜的事情，一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啊，或合掌赞叹、作礼念慕，这很平常的现象啊，就能超越三十劫的罪报啊！这个好像未免说得太过分了啊！哪有这么大的利益呢？啊，就是这一段文字里面关键的字眼呢，在那个善字，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善男子、善女人啊。不是一个普通男子女人，你这个天明或长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啊！所以我们往往读经呢，粗心大意就疏忽掉了。这个善的标准，这是大乘经啊，大乘经的善的标准，我们就依《观无量寿经》上来说的，啊，以这个标准来讲，敬业三福啊，通通做到了，才叫善呐。你只能够做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是人天善。啊，这个经是大乘经。那你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如果再加上受持三规，奉行境界不犯威仪，你也是二乘善啊，声闻缘觉的善，跟这个还差一点。那么这个善呢，一定要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换一句话说，十一句都做到了，那这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或掌赞叹，超越三十劫罪，还有什么话说呢？啊，自己有这个根底呀，再加上佛菩萨威神的加持，啊，我们就信得过了。啊，所以此地的善呢，不是凡夫小善呢，啊，这是关键的字眼。啊，许多人读经、听经，听了之后有疑惑、不相信，都没有注重啊这个字，啊，这是一段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字眼。
这个标准岂不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大心凡夫啊？那我们是凡夫，为什么说是大心凡夫呢？凡夫你烦恼没断，这不是菩萨。如果是菩萨，那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也断了，也无明分破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观经三福啊，他真正做到了啊，那是法身大师，不是普通人呐。我们烦恼没有断，也修菩萨之法啊，我们也修，虽修烦恼没断呢，这叫大心凡夫啊。大心，你修的这个法门跟法身大师等齐，可是你法身大师的时候烦恼断了，我们烦恼没断啊。大心凡夫这个术语的定义是这么个说法啊。我们要达到菩萨的标准不容易啊，别说菩萨了，二乘乃至于小乘初果须陀洹，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想进入他们的境界都不是容易事情，都不是能够做得到的啊。所以我们以凡夫的身份修小乘法门，修菩萨法门，乃至于修一乘大法，这不是不可以的啊。特别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啊，一切一切，一切即一，初发心呢，就可以修等觉菩萨的法门啊。这正是经上所讲的行步不碍圆融，圆融不碍行步，行步是次第，圆融是超越次第啊，显示出无障碍的法界啊。也正是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修学无障碍的法界啊，不是不能修，不是说一定要到那个位次才修啊。这个佛法跟世间学校读书不一样的，世间学校读书一年级的学生决定不可以修博士班的课程啊，可是在佛法上行啊。初学法心的人就可以修如来果地上的法门啊。如来果地上是什么法呢？平等法啊。所以即使等觉菩萨如来果地上啊，他也不舍弃初发心人所修的法门啊。初发心人修的什么法门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所以佛也不舍弃啊。啊，这叫一即一切啊，跟这个世法里头的教学不一样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头没有浅深的次第啊。你说浅，浅就是深；说深，深就是浅。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很浅呢。出入佛门的人学的，啊，等觉菩萨也修，如来也修，决定没放弃。所以浅就是深。啊，如来法门清净平等，那这个很深呢，我们初学的人也能修。啊，深就是浅，
前身不二啊！啊，所以佛法称之为不二法门呢，道理在此地。那么我们看这部经，几乎所说的都落在四相当中。可是如果要从这些事里面体会他甚深的意趣道理，那就是《方广般若》里面所讲的。很深很深的道理，那么这是关键的字眼，跟诸位也说出来了。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名是实之名啊，实者是名之实，有名就有实。听到这个名号，你就能想到这部经啊。名号是经体，经里面所说的理论，所说的修学方法，所说的功德利益啊，文明啊，全都能够从心里面生起来。这个合掌恭敬啊，赞叹是弘扬啊，坐礼念默是修行啊，效法地藏菩萨，跟地藏菩萨学习，这样才得地藏菩萨不思议威神的加持，他才能灭罪。这个超越三十业罪，劫罪就是灭罪。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呢，就不会怀疑了，就知道佛所讲的是事实，决定不是妄语，决定没有夸张，所说的完全是事实。那么在这个地方，如何要把我们自己提升到善的标准，这一点很重要啊。佛在观经上说得好啊，这个三福是一句啊，他在结论上讲啊，这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你看这说得多明白，说得多清楚。三世是讲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三世诸佛从哪一个基础上修行正果的呢？就是三福。所以三福是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善的标准，小乘善前面两条，这个七句做到了，小乘经上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大乘经上讲的善的标准一定十一句通通做到。
我们虽然做得不圆满、不究竟，但是一定要做。那么其他的意思，诸位可以从青莲法师注解里面去参考。他的注也注得很不错。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还是着重这个善字，或才华形象，或图石教其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盏一离者，世人若凡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假如天父眷顾下生人间，又为过往不舍大利也。这个地方所讲的利益，实在讲啊，比前面还要殊胜。前面是讲灭罪，没有跟你讲得福，灭罪当然就得福。世尊没有具体跟我们说明，这个地方呢，很具体的说明。此地修福只举了一个例子，是在讲啊，修福太多太多方式了，不止这一种方式。我们从一个例子，所以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这非常重要。这是讲啊，塑造菩萨形象。这一桩事情，有一些人不明就里，以为佛教造的这么许多不同的形象啊，叫拜偶像啊，称我们叫拜偶像，而且拜很多的偶像，就变成泛神教了。这个泛神教在宗教里面呢，是属于低级宗教。这个高级宗教啊，只有一个神呢，就唯一的真神。在佛教的什么都拜。其实他不晓得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没人给他讲。我们就不能够责怪他，没人跟他说，他怎么会知道啊？我曾经早年呢，在台湾遇到一位军官。这个军官呢，好像是在军队里面呢搞政工的，那么他到我们寺庙里面来游玩，就提出这个佛像啊些问题，就这有什么意思？造这么多佛像，花这么多钱，因为我知道他是搞政工的，所以我就反问他，我说你们做这个政工啊，为什么到处贴标语呢？你贴这个什么意思呢？他这贴这个是提醒大家注意呀。我说是，如果你贴这个标语，比如说
这个在台湾常常见的三民主义万岁，那这个标语提醒大家了，如果要造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像放在，岂不是比这个更殊胜？哎，对呀，有道理呀。我说我们佛像也是这个道理吧，我们贴一个啊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标语，你一看提醒你念佛了，那要造一尊阿弥陀佛的像，岂不是更殊胜了？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你要说是为什么造这么多像，那你们那个标语为什么贴那么多啊？贴几十张几百张啊，一张不就够了啊？他从这个里头会过这个意思，在佛法里面，佛菩萨名号形象啊都是表法的啊，换一句话说，提醒我们修学。凡夫确确实实迷惑颠倒啊，什么人时时刻刻把你唤醒呢？如果真有一个人时时刻刻在叮咛啊唤醒你，你又觉得他讨厌呢、无所啊，所以用这种方式啊真正达到了善巧方便啊，将这个名号化成形象，形象啊造成了高度的艺术品啊，你可以欣赏，你永远看不厌，你看到生欢喜心，你又懂得它的意思。凡是佛的名号，佛的形象都是代表信德的，我们自信本具的，自信本来是这样的。凡是菩萨名号，菩萨形象代表修德，我们的信德迷失了，如何恢复呢？一定要修行啊，要靠修德，修德要跟信德相应，这就正修啊，所谓的信修不二啊，你才能够恢复自信，道理在此地。信德跟修德都是深广无量无尽，所以用一个名一个形象没有办法表现啊，因此诸佛如来名号多了，多到不可思议，显示本性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信德如是，修德当然也如是，所以佛菩萨的名号，佛菩萨的形象也是无量无边啊。诸位要读华严经，你能够看得到啊，华严经里面你看看参加法会的这些大众啊，已经不从个人来算了，从团体，团体还要把它归纳，总共归纳170多个团体，显示无尽无尽的信修德相啊，
我们要深深体会这个意思。佛在经上常讲，事出事法，一真法界跟十法界一真庄严，皆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佛在经上说的。有人读到这个经，听到这个经，生起怀疑了，我现在心想变，为什么变不出来？啊，那佛说的这个话跟我自己这个试验不灵啊。其实他根本就不懂得那什么叫做心啊，他误会了，心是什么？识是什么？把妄想当作心，把执着当作识，那怎么会变呢？妄想分别执着啊，是心识的作用啊，不是心识的离体啊。啊，譬如你找人找错了人，你把他家里面的佣人当作他自己本人，那怎么行呢？啊，怎么能办得了事呢？啊，那个佣人是听主人指使的，你要找到主人才能解决问题。禅宗里面说得好，若人摄得心，大地无寸土。你要能够见到心性，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就是佛菩萨了。啊，所以言教听经要有耐心，有疑问可以存疑，古德所谓的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啊，这个叫疑情，不是怀疑。如果对于经典所说的你不能理解起了怀疑了，那错误了。啊，怀疑什么？你不相信啊，你不能接受啊。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这个说菩萨，菩萨道啊，菩萨修行最大的障碍啊。那么怎么办呢？有疑信啊，我还是虔诚相信啊。佛说这个理太深了，不是我的境界，不是我现前这个前行智慧能够理解的，我相信这个，相信佛说的话不错，认真继续不断努力修学，等到哪一天智慧开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小的疑情，智慧开几分呢？问题解决了。大的这个疑情，那必须智慧呀，再要开到一个阶段，你才能明了啊！这就是所谓
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如果你怀疑、不相信、不肯接受，那你永远没有悟出。所以经典里面所说的甚深的意趣、不思议的境界，有疑情是正确的。一定啊，要照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方法认真修修。佛法自始至终啊，就是教人开智慧呀，这破迷开悟啊。智慧怎么开的呢？智慧从禅定当中开的啊。我们净土宗虽然不用禅定这个名词，净土宗所用的是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这八个字就是禅定啊。念佛人所修的目的在这里那么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地方指无量修学方法里面举一个例子啊，造像。造像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地方列举这个造像种类很多，或者是彩画啊，素描彩画都可以啊，或者是图，这是泥塑、石雕啊、胶漆，现在这一类的佛菩萨形象也很多。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啊，造成这个模型啊，造佛菩萨形象既精美呀，这个价格也低廉。下面这是铸造佛像，用金属啊，金银铜铁铸造佛像。这个铸造的佛像能够传之于久远佛菩萨形象，对于一个修学人来说是提示，时时刻刻提醒啊，我们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功德很大了，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孝亲尊师啊。地藏菩萨表孝道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心底含藏了无量的宝藏，这地藏菩萨名号的含义啊。佛在大乘经里面常讲啊，我们心性里头啊，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啊，一切圆满具足啊，与大经里面所说如来古地上一真庄严无二无别啊，这都是自性本具的。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的
华藏世界。净土经里面所讲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世界怎么出现的？自性本具，所以才说唯心净土啊。我们迷失了自性了，今天我们住的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无着卧室啊，无着卧室从哪里来的？也是唯心无着啊。没有离开心性的，觉悟了这个心性呢，就变成净土；迷失了这心性，就变成秽土。变的相虽然不一样，能变的体性是一个，所以说净秽不二啊。谁住在净秽不二呢？觉悟的人。迷的人呢，哎呀，净秽差别太大了。啊，这个怎么说法？觉悟的人不着相啊，他住在净土不着净土相，住在秽土不着秽土相，他的感受是一样的。啊，迷的人着相，啊，在净土执着净的相，他生欢喜心；在秽土里面，他着秽土的相，他生烦恼。是这么一种事情啊。如果你真正能够不着相，妄想分别执着统统舍掉了，这个净秽说不二，你的感受不二，受用不二啊，不是说这个净土跟秽土变成一样的，不是啊，净土还是净土的相，秽土还是秽土的相啊，他的感受不二啊，平等受啊。所以佛讲凡夫的受有五种，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凡夫啊。啊，圣人没有这五种受，所以圣人的受叫正受。你经上常常看到三昧，这个三昧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正受啊，三昧是梵语音译的啊，正受就是这个苦乐忧喜舍五种受都放下了啊，你这个享受才叫正受啊。正受所依也，是真实智慧啊。凡夫所受的，他所依的是妄想分别执着啊，他所依的是这个啊，所以他境界里面有苦乐有忧喜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心性会变现不同的色相？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心性虽然是一，真心本性，纯一清净，他现的相
所以叫一真法界。可是纯一清净里面当它起作用的时候，似乎又有杂染，发现唯识学家对于这个现象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分析的很精细，发现唯识的经论非常丰富，说明心性起作用现象状种种的演变，虚空法界无量无数的众生都是情识变现出来的，这个里头的理就太深了，它为什么会变，为什么变成这么多，为什么变出来又不整齐，这是一门大学问呐！如果说这个问题你有疑惑，你很难接受，那我们从一个浅显的比喻来说，看看你能不能接受。你在晚上睡觉有没有做过梦啊？这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啊。梦里头为什么出现那么多人物啊？出现那么多众生呢？能做梦是你的意识心呢？你的意识心为什么变得这么复杂了？梦里头也有好人，也有坏人，也有你喜欢的，也有你讨厌的。你为什么不做个梦，通通是你欢喜的呢？讨厌的一个都没有呢，为什么不行呢？这个道理呀，跟这个很接近，很类似。你慢慢去研究吧。你去想，你去研究梦中为什么出现好人坏人，又喜欢又讨厌，你去研究去。实在研究不出来，你多念一点呢，法相中的典籍。这个就是为识所变，识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含藏业系种子，就有善有不善。当你的意志的力量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这些种子它就起现行。其现行它就变出幻象啊，梦中的现象是幻象啊。我们现前这个境界，佛在经上不是讲吗？梦幻泡影的，也不是真的呀。我们人在这个世间短短的几十年，好像看到这个现象，是在讲这个现象刹那刹那在转变，不是不变的。我们是被这个刹那相续相所迷了，以为它是真的，不晓得这个相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
被这个虚妄相许迷了啊，以为是真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起心动念啊，造作一切善不善业啊，善不善业就能够改变这个形象。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改变是不知不觉的在改变的，不是你想，哎呀我想变个牛，他为什么不变个牛出来啊，那是你打妄想啊。你一念善，确确实实影响山河大地，你一报随着真报转吗？说的贴切一点，你一念善，你的容貌就善；你一念恶，你容貌就恶。相随心转嘛。不但相随心转，身体体质也随心转。再扩大到外面，山河大地。医报，这个医报啊也随心转，医报随着正报转啊，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塑造佛菩萨形象啊，这就是给我们善心善念做一个增上缘啊。我们见到佛像，见到菩萨像，善心善念生起来了，这个功德利益在此地。展，展就是观相念佛，在念佛法门里头四种念佛啊，看佛像啊，看佛像啊，心里面就会升起这一尊佛，这一尊菩萨，他一生的行义啊，所以看地藏菩萨，就想到菩萨累劫所发的大愿。我们要效法了。想到菩萨在过去生中做婆罗门女，做光目女，看到自己的家亲眷属造作罪业，堕落三途，他怎样发心去救拔他们？那么再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家亲眷属不懂佛法了，也造许许多多罪业，也堕三途啊，我们有没有发心去救拔他们？展理里面呢，身心发愿，如果见不到这个佛像呢，再把这个事情忘掉了所以塑造佛像放在那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如果你真正明白道理了，了解事实真相的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一切众生呢，都是我们过去父母啊、家亲眷属啊，我们有过去生呢，过去无量劫，无量劫中啊，
生身父母家亲眷属不知道有多少啊，现在散布在六道，散布在十法界，在四圣法界的，在天道的，这个好啊，没有问题啊。如果一些还散布在六道里面，在三途里面，苦不堪言啊。我们有没有升起救护这个念头呢？佛在经上说这个话是真的，是事实啊。我们凡夫只认得这一生的父母，前生的父母就不认识了啊。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是我们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我们看到一切众生受苦受难，就要把它当作自己父母亲属在那里受苦受难了，这个救拔的心愿自然就生起来了。迷人看到别人受苦受难，好像与自己不相干，这是他不知道诸法实相。菩萨知道啊，凡夫不晓得。地藏菩萨清楚啊，所以看到一切受灾难的人如同身受啊。慈悲心才能真正生得起来，决定不能够啊，说做事不救，没这个道理。我们在讲习当中也跟诸位报告过，关怀、爱护、救护的心念。决定是有，可是在事实上有我们达不到的地方，这就是讲说有障缘，有障碍。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有受水灾的，有些地方旱灾，有些地方地震、海啸，种种天然灾害，还有人为的战争、屠杀、天灾人祸，被杀的人很可怜呐。杀人的人也可怜呐，杀人造极重的罪业，他造这个罪业将来要堕三途啊。不但将来堕三途，将来还要还命债呀。不是说杀了就没事了，你这一生杀他，来生他在做人，在杀你啊，生生世世杀来杀去没完没了，你说多可怜啊，多么悲惨。这个事实真相佛菩萨知道啊，这其中的道理也只有佛菩萨明白。
我们学佛，听了佛的教诲，读了佛的开导，我们也逐渐逐渐醒悟过来了，逐渐逐渐呢，也明了事实真相。于是也能像诸佛菩萨一样舍己为人，为服务社会，为人民服务，这个服务，为众生服务，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尽心尽力。